7月10日，动作喜剧电影《快手枪手快枪手》在北京召开首映礼发布会，导演潘安子携主演林更新、庄静初、腾格尔、刘晓庆、金融全阵容亮相。为了配合影片剧情，当天的首映发布会别出心裁，布置成婚礼形式，乌拉 CP 林更新、庄静初大秀恩爱。我们把这个台交给他们，在文章里面啊，真不太合适吧？安心，默默的，好。来，第二枪进出，自作多情的。张进出各种方式维持林更新辣条，被小新自嘲是花式虐狗。而片中的另一对 CP 刘晓庆和腾格尔老师也是自带萌点。这个电视节目当中模仿你唱那个，我在那个微博里看见那个图像，但没有你的表演特别好玩。其实我演的挺好的，这样。这样吧，那肯定是。到时候我发给你吧，只剩你。这两个好有爱哦。是你的声音，但是我表演的。首次出演电影的歌唱艺术家腾格尔老师在现场演唱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还请来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助阵，嗨翻全场。在那遥远的地方。片方宣布，为了呈现更好的效果，快手枪手快枪手空前推出11个版本，也是诚意十足。